这次邀请到的这位达人呢，他对于拍摄小丑特别特别有心得。我们来欢迎 Yoko Samar 大师。Hello， 大家好。下去都想Finding Nemo，对不对？我潜了十几年，到现在还在Finding Nemo。有找到吗？找到各式各样的亲戚，知道吗？全世界有多少种小丑鱼呢？现在统计是不是有三十种左右？对，因为之前我在很久以前，就是看的资料是28种，而且其实对我来说，一直想去收集这些小丑鱼。收集 也太难了，茫茫大海里面怎么收集？更特殊的，有些小丑鱼啊，只在一些特定的国家或地方才会有。我尝试。没关系，待会就可以看到了。好。而且这个尼莫，尼莫可爱哦。对啊，就眼斑海豚鱼嘛，小丑鱼。我觉得如果呢，你是在垦丁考你的潜水执照的，应该都对它非常熟悉，不是看卡通哦，是因为我们在后壁湖那个潜点的时候，出去跟回来都有一个指标，就是有一株海葵，上面就有很可爱的它。那个地方我也熟。一刚开始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就在水下做记录的时候，小丑鱼其实是一个很好练习的对象。怎么说？它很稳定吗？它并不稳定。对啊，不稳定啊，跑来跑去啊，怎么说？所以才说要练习啊，挑战啊。我以为会从一些软珊瑚开始练习。你知道吗？水下拍摄的器材越来越厉害。那早期要拍的时候，那个当你按下快门的时候，本来一只小丑鱼在前面，可能只剩下拍。或者是一下就转身了，掐下去只剩下那一株他住的家海葵。所以其实那是很好练功的一个方式，因为世界各地好多地方海域都有小丑鱼。其实水下30米很常出现可爱的粉红小丑，它是最常看到最常看到的小丑鱼，反而这种公主小丑比较少看到。那个小丑鱼不同的特定的小丑鱼有可能在不同的国家，而且像之前我在帕劳那边有很多小丑鱼，但它的粉红小丑比较多，但你从来没有看过这一种，就是 Finding Nemo 的这种。那边都没有看过，你待那么久都没有看过。就没有啊，所以它是比较特殊的，反而是像那 Orange Fin 那种小丑鱼那边比较大一点的。对，就身上有3条那个蓝色吧，然后牙齿很明显。很多人都说，哎呦，小丑好可爱，好可爱。其实对我来说，像大家都觉得鲨鱼。有点危险，是。每次大家看到我说：“欸、你拍水下30米，然后用鲨鱼有没有危险？”但是你有别的心得，鲨鱼不是最危险的。鲨鱼其实是我的好朋友，它很可爱。反而是 Nemo， 它有地盘性，它反而会攻击。像我以前有被咬过吗？当然了，尤其我们台湾很棒的一个潜水地点绿岛，就有这种公子小丑。我在拍的时候，常常会靠过来，我想我好棒，我靠近我最好的。但是靠近我要咬我的手指头，所以鲨鱼不恐怖，小丑鱼比较危险。但很高兴你不要，还是不要被鲨鱼咬好了。啊，不，还是被小丑鱼咬。OK， 对 ，OK。但是因为小丑鱼，你知道它住哪里？它住海葵。就是有多少种海葵？不知道，将近1000种。但是小丑鱼只有30种哦。其实不是所有的海葵都适合小丑鱼居住。最常看到的是那种大的盘状的，然后就是一条一条有点绿绿的那种颜色，还有另外一种是那种奶嘴，对，是不是？绿绿的，我说是这个，对，很多种啊，啊，这个奶嘴，对，但是这个我要讲的哦，对啊，你干嘛嘴歪一下干什么？这个其实是我在很早很早期拍的一张作品，而且这个地点就是在我讲的绿岛。Okay， 绿岛拍摄，那我拍这只很可爱，对不对？对啊，就张嘴系列。我就是被这只咬的。要留下美丽的画面，毕竟要有一些辛苦的过程。所以要拍小丑有窍门哦。怎么样？把手指拿出来，它就靠近你了。这是饵吗？是饵，对不对？来哦，来哦。它其实
冲出来的速度也是蛮快的，很快啊、嗯、其实小丑鱼非常的灵敏、嗯、但是我还是要讲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小丑鱼、嗯、因为它的模样特别可爱。是啊，那再来我们就姑且不论它的个性好了，个性不是很好，真的很可爱，美女的个性都不是很好、欸、没有了。那再来那个它身上的斑纹也好，因为不同种类的小丑鱼有不同的颜色，是不同的斑纹、嗯、所以它很特殊，包含它住的海葵，这样拍起来画面是，我相信只要像我自己了，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很多人说，哎、欸、Yoko 你已经拍那么久怎么还在拍小丑，摆拍不腻，摆拍有点腻，但是、欸、但是配合笑，但是有些时候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我被小丑鱼治愈了，总会觉得哇小丑鱼好可爱，我就经过的时候就忍不住还是要拍一下。哎、欸，这个海葵这么白哦？你知道为什么吗？白化，没错。就跟我们那时候土蓝奔有看到的那一株漂亮的白色海葵，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它是白化的海葵，直到上来的时候，Yoko哥跟我说：“哎、欸，你看，你会看那个颜色的对比，很漂亮啊，白色海葵可以把它衬起来啊，那个颜色。啊”所以拍起来是好看，但是像我讲背后的故事，稍微要感到忧心。但是还有最重要的，因为我看到刚这一张跟这一张 特殊在哪里？张嘴啊！啊，对，就张嘴吧。我的张嘴系列，那好啦，那你都知道我怎么拍到它。好、哦，那非常谢谢各位观众，我们这集没了是不是。没有。所以其实小丑鱼它的表情其实是很，我觉得很可爱的。嗯。它张嘴也特别萌，非常萌。嘴巴又圆圆的。对啊。嗯。那有那么多种不同的，就像你刚刚讲，不同色彩的海葵，它居住的家不一样。对啊，有人住豪宅。有人住可能别墅，它都不一样。那包含它的种类不一样，样子就不一样。就这只好像修女哦，因为那个修女把自己给包着一颗蛋在那边，而且她好认真的在看你的镜头。对，这个就是拍照很重要的。有人问我说：“哎、欸，我为什么你都可以拍到正面？”因为等等等，没错，等等等等，就是等。就有机会拍得到。当你发觉小丑眼神散发出杀气的时候，怎么办？跑，跑开吗？稍微退回来一点点，退回再接进去。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在拍摄水下生物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得到，有些生物它有警觉性，它起得立起来了。这时候你就要松懈一下，再去跑。所以还是我讲的，你对水下生物。越熟悉，你越能拍出一些好的作品来。是的，那像这个就很漂亮，哇，好红哦！有吃过番茄吗？这么红啊！但是水下的小番茄是不是？对，番茄小丑鱼。真的吗？是真的有这个俗名？有啊 ，tomato 啊，好可爱啊、哦！那个，请上 Google 可以查得到。是，做功课，我现在马上进去。压力。但是你去 Google 查这么多，总不如你到海里面真正去看这些小丑鱼吧。没错，所以你会想，哇，原来水下番茄小丑鱼。我以为，其实我刚刚以为好假装调色调出来。没有啦，调是一定要调啦，但真的是这个颜色。不要自己承认嘛，喂。那你知道南瓜小丑鱼吗？橘色的。不好意思，没这东西，我乱讲。无聊，下一张。好了，一样。但是有没有发觉，像这个是白斑的，对啊，色彩比较不一样，有没有？真的，戴黑发箍。这个我们就不多讨论。好了，总之我要讲的是小丑鱼，为什么那么喜欢拍它？就刚刚讲的，除了小丑鱼自己本身，加上海葵，不同的颜色的配置，总会让你的照片更加的显眼。是，那小丑鱼其实很特殊哦。小丑鱼只有兄弟没有姐妹，因为。好了，我告诉你，不用去泰国就可以变性，是吧？如果你看到一大株的那个海葵，那最大的体型最大的那一只一定是女生，所以小丑鱼是社会，女生最大，其他都是男生。但当这一只母的小丑鱼可能因故什么，第二只体型比较大的男生，这个哥哥真的像你讲了，不用去泰国，直接就可以变成女生，就变成。大带头的那一只是母的，对，所以其实就是为什么我讲他只有兄弟没有姐妹，但是这样听完会觉得，小丑鱼的世界好乱哦。对，十八禁，这是大人的话题。好啊，好，那像 Nemo 的话，如果你看到这个 Nemo 旁边带
黑边的黑色条纹的，这就是我们讲，我们知道有公子小丑带，这就是伪公子小丑，假的。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是假的，但是业障重。但是这个我们就可以从他身上的斑纹来做判。是，但是其实没有特别看，就会觉得他就是那一般的那一般的阴影，对。所以就是说，没事就是要多看书，没看书也要多看电视。是，对，那一定要看哪一个节目啊，才可以知道水下的这个知识。水下三十，聪明大声点吧。好，申请再来。好，这么哦，好玩哦！我觉得他们那个旗立起来的时候，就很想给他抱抱。你知道有多难拍吗？你以为他都是这样张开让你拍吗？不是的。因为要讲噔噔噔噔了。真的，如果你有潜水的话，你就可以知道，其实看到海葵，基本上可能就有海葵鱼，就是小丑鱼的几率很大。对。但是你靠近它，就是咻一下又回来，然后出去又回来，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动感的鱼。动作很灵敏，所以这时候呢，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材买贵一点就对了。有在代理什么吗？销售？我没有，但我很想。好，所以小丑鱼，所以这只。是男生女生？男生。对啊，这是。这我就不知道了，因为这我可能好多次。没有啦，我看体型嘛，这体型大的，我就觉得哦，应该是那个顾家的那个带头。对，所以你看又长知识了吧？耶。好，一样，好多。这也是贵的，对不对？而且好可爱，你看，好像在绿色丛林里的小丑鱼、啊，但你知道这小丑鱼有多小吗？真的就这么小只，所以不好拍。这它应该就是 baby 咯。对，很小只，所以其实一窝里面有大大小小，而且我觉得我自己个人啊，我特别喜欢小只的小丑，是哦，它很好玩。而且其实我要讲另外一点哦，很多人说啊 ，Yoko 你拍小丑鱼它动来动去很难拍，那有些画面你怎么拍到的？其实晚上拍就可以，为什么？小丑也是要睡觉的哦，对，它就会停在那边。所以其实，在不同的时间，你就可以拍到它不同的样貌。不觉得看到小丑鱼就想帮它配音吗？那很舒适。但是，这一只为什么嘴巴有两颗黑那黑黑的白白？来，这个其实我每次放这张照片的时候，还是会说哇，原来小丑鱼不是原来小丑鱼的 baby 是在它嘴巴里面。我说又不是口啊，不是 cardinal fish， 不是口孵的。其实这张照片你看起来。可爱，对不对？但其实它很可怜，为什么？因为它的嘴巴里面被一种寄生虫给占据了，叫做胖伊特，食蛇虫。对，所以这我们看到这个好像有两只眼睛的，那就是寄生虫的。寄生虫在里面。我第一次拍就是在大家知道的微距的圣地，叫蓝碧海峡。那时候哇，好多年前。那时候去我都还要找，就说啊，找那个嘴巴有这个食蛇，就是 Tom Eaton 的。但后来后几年再去，我还发觉这个现象越来越普遍，就是好多的寄生虫会在这个小丑的嘴巴里面，它就从鳃里面爬进去、啊，就占据了它的嘴巴。那它会痛吗？你觉得如果这个虫在你舌头，你会不会痛？我个人觉得应该是会痛。那这个小丑鱼被寄生虫这样子寄生了之后，它的样子有什么不一样？其实这个就是经验之谈了，因为像我去到那边，我自己就会去找，后来发觉啊，你只要有这个汤伊特在嘴巴里面的小丑鱼，通常它的嘴巴不太容易合拢，那再来它会有点厚道，不然就变大舌头了，因为舌头上有东西。对啊，但是你看了都会很难过，很心疼很多人说，哎呦哥，你看到这个嘴巴有这个汤伊特的 O 型嘴，哦，我看到，但是你为什么不把它拿掉呢？没办法。对呀、啊，没办法。像我自己在这种地方潜水，我绝对不把我的二级头拿掉，我怕下次爬上一头进去跑到我嘴巴，下次采访我伸个舌头，哎呦一只。这个 Tom Eater 我拍到了，有些时候当然大部分是一只在里面，可是有些之前我拍过那个照片是嘴巴里面有两只 Tom Eater， 三只 Tom Eater， 看着都觉得痛。等那我不得。这张特殊了吧？十八禁。好，我们当作他在大扫除，好，清洁家园是不是？我那时候拍到这张的时候啊，我放到就是 Facebook 去，好多奇怪的讯息就过来了，私讯哦。对不起，奇怪的画面也在我脑子里，不好意思，这是正常的反应吧？
对，但是他们问我的讯息，我很难回答他们。根本，请勿性骚扰我们的大师好吗？大家尊重专业。但是我们都知道，海葵他本身那个触手是有什么毒性的、啊，但是小丑也不怕。对，但是他为什么会去吸这个触手？其实我不是海洋生物学家，我也不知道。但我的猜测有可能是因为他嘴巴有这个汤尼特很不舒服，他想说以毒攻毒。这是你想的吗？我自己觉得啦。对，好了，我们来看下一张。好，来这种小丑鱼。哎、欸，它乍看之下其实有点像金花鲁的亲戚之类的，除了那一条啦，不太像小丑鱼。但是其实它是一种特殊种的小丑鱼，这在马尔蒂夫的特有种，是、马尔蒂夫的小丑鱼。它下面这边的鳍的颜色色彩是黑色的。哦，这两个没有很明显，但是是黑的。哎、欸，是它就是 Ochu 的。Ochu， Ochu 也要修理起来。对呀，很辛苦呢。是啊，好，所以其实我跑好多好多地方，想要去收集这小丑鱼。但虽然我们听只有30种，但是其实真的很不容易。像这一个小丑鱼，是我在 Fiji 斐济拍的一种特殊的小丑鱼。这也是斐济特有种。对，但是他们跟我说这特有种，但我实在看不太懂，跟一般的有什么不一样？他们有特别解释吗？说哪里特别？有，但是很难分辨出它的特征。OK， 好，所以我们跳过。好。啊，哇，这好粉哦！啊、这张好少女心哦。是啊，所以其实我为什么到现在还是喜欢拍小丑，就是因为。不同种的小丑鱼也好，所以不同只它可能表情不一样。再来还有它住的环境，真的搭配起来就是会是吸引人的照片，就像你讲充满少女心的照片。对，然后你看这个一颗一颗的可爱的奶嘴。是。跳过。怎么又跳过汤尼特？又是他，好可怜哦！不要再看他了，好可怜。来，没关系，我们看一下，这样就比较清楚有没有看到。看起来很可爱，两个小眼睛在那边，其实真的看着都觉得挺可爱。但其实我不知道小丑鱼有舌头。真的吗？对啊，看到吗？他不会吐舌头给你看。对，就是我不知道有，就是寄生在舌头这件事情，我甚至没有注意过。讲人讲嘴巴这个部位。走开。可是其实这种叫做可能鱼虱。就是鱼的虱子，对，其实，在很多的生物啊，就鱼类也看得到，像石斑鱼会在身上，像那个章鱼，它也有可能附着在身上。其实小丑鱼很奇怪，它都会在它的舌，就是嘴巴里面。所以果然是等张嘴系列的人才会看到嘴巴里有什么东西。对，还有我想这张印象深刻吧？我在这一趟土兰奔拍的。对，我们去土兰奔的时候拍到这个。这个就是我们最常出现的一个嘉宾，对啊，粉红小丑鱼。那这个也讲过了，就是海葵这个白化的问题。但是，一样，因为它颜色，就是海葵色彩比较淡，然后比较鲜明嘛，是，所以可以衬出这个小丑鱼的色彩。那这张也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可是，像我们讲的拍摄难度真的很高，你要拍它大正脸，其实真的不是那么容易。更不要说打光那些了，每次都是经验之谈。所以接下来有机会的话，再跟你们分享一下如何打灯。OK， 好。Yeah, 哇！所以你看，不同的海龟，不同的效果，有没有？我觉得粉红小丑的眼神比较没有那么有侵略性、啊。你说的，粉红小丑也很凶的。是你捕捉的好，这就是很柔那个感觉。而且住在薰衣草森林里面，哇，好美哦，漂亮哦。这个也是，但是它块头比较大，对，感觉有点挤、欸。比较大只，而且其实像我自己啊，小丑鱼拍很多，但其实你们知道吗？有些小丑鱼脸上会有一些不同的东西出来。我知道，待会应该看得到吧？就可能有些时候人家脸会长痣啊，或者刀疤之类的。刀疤。但这个你会发觉粉红小丑鱼有什么不一样？眉毛，它长了一个小眉毛，好可爱哦。这个其实我从十几年前，应该刚开始。潜水开始，那时候就喜欢拍小丑鱼，然后那时候在 Palau， 在 Blue Corner， 他可以发现到一对的小丑是有长眉毛的，都叫他白眉小丑，而且他有一边的，他有两条很明显，所以到后来我就到处去找这种特殊的，甚至我还有拍过那个叫做流泪小丑，所以他这边有斑点，他们这种一撇这样子啊，他算是。
这种品种就只有长那边，还是它是突变？突不突变我不晓得，但有些时候这种其实是很少的，因为你看我潜了那么多，潜了那么多潜，六千多潜在拍照，其实我也拍了那么多小丑，我发现到这个的其实并没有到很多，那这个我在去过的亚，在亚拍的，在等曼塔的时候旁边刚好赢过就拍了。等曼塔也是蛮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其实我要讲啊，潜水啊，拍照有一点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观察，你越会观察，你越容易看到一些你平常没有注意到的，或者发现到一些就是特殊的，像我讲有小眉毛的，这个就是眉毛在右边了。对，这个是在也在帕劳拍的，那这是比较早期的一些作品。其实我之前真的花很多时间去在海里面四处搜索，感觉他还在搜索，感觉在等等爱人回家的那种眼神，等好久啊。你就觉得哇、好可爱哦！那种原本那个粉红小丑就是三道，一道、两道、三道，又多了小眉毛，是不是特别俏皮？俏皮，是好可爱。哦，这只又不一样了，又不一样了，真的是一道的 Mohawk。所以小丑鱼，你看。有那么多种小丑鱼，不是只有你们想象的 Nemo 那个样子哦。小丑庞克。对，所以小丑世界，小丑鱼的世界其实很丰富的，很精彩的。哦。小小只的。哦，看到这只，那就是哦，好萌哦。它其实就让我想到 Finding Nemo， 它有那个 baby 的时候，就是。就是感觉搭配一个这种感觉。这张作品我会放上来的原因是，其实你看哦，像这个所有的细节都有，这个它的背景就很梦幻。其实，在水下拍照啊，你的光圈跟幻影的设定，可以让你的作品有不同的风格。好，再来一样。这是它吗？这是刚刚那一只长大吗？不是，刚这一只是在我在。菲律宾的 Anila、也是一个微距圣地拍的、但这个是我在澎湖冲绳拍的，它飞翔哎，所以你看好多的国家都有小丑，而且你在不同的国家真的你可以看到可能哦这个族群在这边是比较多比较大的，但是仔细看这里哦，看这个有没有看到里面有没有小小的亮点、看到吗？又有寄生虫，我猜是，但是因为其实这几年拍下来啊，我的用眼过度，有点老化，所以我是回来之后才发现，哎，这个里面可能有汤尼特，可是画面还是漂亮的，说不定他只是牙齿不好而已，有可能，阿贝能听，好，再来，就像我讲的，这有没有看到这小小的小虫子？就是晚上在拍，所以它就很稳定，它可以让你很容易捕捉到你想要的构图的画面，就人家在睡觉，你在拍。对，吵他，烦哦，所以只好烦。好，那其实看到，因为我拍的小丑真的很多，作品很多。其实我自己在拍啊，有些时候像小丑张嘴，他有时候不是张一下，所以你不要看他张嘴拍的就赶快要看照片，你就等，他有可能张一次、张两次，不要急着在那个一瞬间就停止拍摄，因为可能后面还会有。好，然后像这个两只。是有张嘴巴，这很好笑哎，他长得很像港片的老大。但是其实你这样看，从正脸看，但我都拍正面会有一些小缺点，因为像如果我们要去辨别小丑鱼的话，最好是从他身上的斑纹。那你要看到最明显的斑纹就是全侧面，像这个小丑鱼其实是安倍小丑，它是一大块的白斑在背上，但是因为正脸你很看不太出来，所以它体型是不是也稍微比较大一点？大有小，对，然后像哇，可爱，萌，真的就只有觉得萌，对，小丑鱼就是萌，就是萌，就是萌，很萌。好，这是什么？密集恐惧症。密集恐惧症，这就是小丑鱼的卵。好多好多眼睛哦。那其实像我自己啊，除了在拍小丑鱼之外，这时候就是另外一个可以分享，它的卵都藏在哪边？产在海葵的下面，它的附近啊，对，有人说，哎，是不是在海葵上面？不是，你只要看一看，在海葵的附近可以找找看。尤其当你发觉，像小丑鱼，在一个地方就是有非常来回的时候，对，有可能它就是有它的 BB 在那边。
所以跟你们介绍那么多种的小丑鱼，但其实说真的，30种，你问我收集了几种，还差远了嘞。所以潜水要一直不断的奋战下去。是，我的梦想真的想把这30种都找齐。所以大家应该对于可爱的 Nemo 有更深入的了解，然后可能也没想到说哇，有原来有这么多不同的种类。是，所以呢，希望 Yoko 哥可以继续奋战哦，继续把其他的 Nemo 给补齐。我剩下的青春光阴好像不是那么够了，我努力了。不能这么说，好，大家都等着，好不好？OK， 好，那我们再次谢谢 Yoko 哥，谢谢大家，拜。